各位会友，大家下午好。现在看一下，座无虚席。现在呢，我请你们跟我一起做个小动作，把你们手机都拿出来，调在静音的状态。好，谢谢你们的配合。尊敬的醉花林俱乐部第一副总理、拿督司理林庸杰博士，尊敬的 L 区总监胡耀佳卓越讲员，尊敬的 L 一分区总监杨新立 ，L 一分会大巴窑西华语讲演会会长刘艳芬会长，尊敬的 L 一分会但冰妮上玉华语讲演会会长施琪会长，尊敬的 L 一分会白桥粤语讲演会陈顺梅会长，陈慧珍会长L 一分会潮语醉花林潮语讲演会陈顺梅会长，L 一分会醉花林华语讲演会黄丽珠会长。各位参赛的会友们，评判主席李明玲，各位会友们，来宾们，大家下午好。欢迎出席国际讲演会八十区域 L 一分区2024-2025年度幽默演讲及评论演说比赛。我是今天的司仪徐广志，感谢各位的出席。今天所有参赛者都是会内的优胜者。我们今天的比赛分为上下两场进行，上半场是幽默演讲比赛，之后呢，我们有15分钟的茶点休息时间，下半场是评论演说比赛，